elambito.com。 也在葡萄牙路过洋，这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门将。这一下，头球不敢球进了。郜林带着队长袖标出场的35岁老将郜林，打开了自己新赛季的进球账户。深圳队1-0取得了领先。这个球应该赞一下传球的那个队员，我没有看清楚刚才传的。 传球是哪一位啊？但是这个球传的非常毒辣，对，是吧？后卫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那个郜林，因为当然了，郜林是走在对方后卫的一个盲区里边。你看，他是从盲侧跑过去，唐淼的盲侧，应该是金特罗传的球吗？对，这个真是传点不传人，他把这个空间想象的非常完美。你只要肯走，这个球他就能到。对。elambito.com。